威公司成立于1986年，那到今年已经有第23个年头。那本公司专门是从制造这个大型的五面加工机、龙门机，以及高速的那个龙门型加工机，以及五轴的加工机。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部我们最新型的45的五轴加工机，它是采用天车式的一个结构设计。那 VC 轴它是搭配这个 DT 直传的马达，有高刚性的一个旋转的一个特点。那在主轴的一个特性来讲，目前是搭配16000转内藏式的一个主轴，最高的转速是可以搭配到3万转的这个转速的主轴。那在控制系统来讲的话，目前是搭配海森汉最新的一个五轴控制器。那本公司成立一个加工用户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单位，配合我们目前的一个五轴的软体，有做一些与客户间的一个工程的搭配，客户只要有任何的一个这个需要加工的一个工件，我们都可以帮客户做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。